全体居民评选出，我终于戴上了胳膊箍。我是卫生监督员，谁乱倒垃圾，我让他哭。今天第一天上岗，哎呀，公司放大假，年假没事儿，干点有意义的事儿。其实啊，这两天我老陪我女儿了，我女儿啊，学各种班儿。我自从带他我才知道现在孩子可不容易了，各种学习班，哎呀，这孩子没怎么学会啊，妈家长全会了。其中有一课我印象特别深刻，想听吗？我给你讲讲。说啥吧，世界万物都有爱，你怎么对他他就怎么对你。你比如说你在家里不小心啪啦踢着桌子了，你咋办？你平心静气地对他说声对不起，他没回答你，但是你的心灵得到了一次洗涤，然后你就平静了，你慢慢地越来越平静，你知道吧？你平静了以后，然后你干啥呢？爸，我发现了他的特点，一踢他盖就盖上了，要不然像之前那样用手掀多脏啊。向他说声对不起。我干嘛要向垃圾桶说对不起啊？你踢他了。踢他也不疼啊。你呀、啊、你踢一脚我踢一脚他踢一脚，那这垃圾桶就坏了，垃圾就流出来了，那个味道满天飞啊，咱们小区怎么过？另外我有箍。我是监督员，我这老脸往哪搁？我又不是故意。你快点赔礼道歉。我不想跟他道歉。世界万物皆有爱，是吧？你对他平心静气说一声对不起。没关系。我对不起。好，我替你骄傲。行了吧，我收拾垃圾去了啊。好。怎么样，这就是素质教育。对不起非常简单，你一说出来，然后你的心里就平静了，对不对？回来，扔到垃圾桶里。不行，小姨夫爷我挺不住了。对不起，快说。你帮我扔一下得了。你说声道歉，我回来再道啊。你要不要纸？哎呀，你干啥？急忙慌的，哎，啊，那个莫哥，你看见钱笨笨没？没看见呢。没看见呢。哎，我帮你找他。没事，不要，我自己找。行，在这儿。你回来。干啥呀？垃圾就往这儿扔啊？不往这儿扔，扔你家去啊？什么扔我家去？扔到垃圾桶里。关你啥事儿啊？你干啥的？姑。哎。卫生监督员，姑看见没有？哎，姑哎，占我便宜？不是，你说那盖都盖上了，我咋扔？多脏！你掀开往里放啊？咋掀？好嘞，回来！哎呀，干啥？我给你掀开的，另外快点！哎呀，你这人事儿真多，你这一会儿垃圾老头不就来收了吗？什么？垃圾老头？啊？你什么素质啊？什么呀？那叫保洁员，啊，垃圾老头呢？人家起早贪黑，风雨无阻，人家打扮我们这个美丽的城市，你对得起人家吗？不就一来，素质教育，先说声对不起吧。哎呀，不就一袋垃圾吗？你这。自己来，放进去。你怎么能把垃圾扔这儿啊？对呀，垃圾应该扔到垃圾桶里，你还卫生监督员呢，乱扔垃圾！你快，你跟我道歉。不是，你黄阿姨的，我的垃圾可扔垃圾桶里了啊！我
我道歉。我可是亲眼看见的，欧巴，你可别狡辩了。你道歉就这么难？对呀，道歉。谁道歉？你道歉。一开始你听多了。等了，哎，你过来啊！你别走啊！啊！刚才你的垃圾扔到哪儿去了？对呀，这不是你的。哎，我垃圾呢？你垃圾没有扔到桶里，我帮你扔进去的。扔完了啊？那我走了啊！你这道歉，素质教育来。道啥歉呢？烦人不？姑。谁姑啊他？人家有姑。啥意思啊？道歉，快点的。不，小姨夫爷爷，咱是亲戚，道啥歉呢？扯这没用干啥呀？我只要有姑了，我六亲不认。快点的，道歉。啊，行，道。一鞠躬。二鞠躬。三鞠躬。那边没事吧？这是道别，道歉。好，小姨夫爷爷姑姑，对不起。行了吧，事儿真多，这个人有事没事。干啥？说完了，你呢？你该你了。不是，我说郭子，你今天跟我俩杠上了是不？对呀、啊，素质教育知不知道？白小黄，他呀，今天第一天当官，逮谁跟谁干。把他放到垃圾桶里，然后对我说声道歉啊！你信不信？一会儿我让他跟我道歉。我不信。你就看着吧，你配合我啊！郭哥，你今天在这干什么呢？我干什么？创城！现在我们都在创城，啊，大家都在干好事。你这什么行为？哎呀，你咋知道我没干好事呢？我干的好事可多了。你干什么好事？我扶老太太过马路。你在哪扶的？太原街。太原街了，我还在营口扶过呢。我还在北京扶过呢。你都扶到首都去了？ No。 行，那你厉害。咱别说老太太的事儿，我还扶过老头呢。你还扶过老头呢？啊，那老头叫什么名呢？我哪知道啊。哎呀，小倩儿啊，他连老头叫啥名都不知道，你说这是干好事吗？你不知道叫啥名啊？对呀，你给人送回家了吗？万一半路卡了呢，可咋整？你这好事咋做的呀？你是不是错了？哎，道歉。行，那我对不起行吧。但是哎，这个事儿不算。来，坐下来。哎呀，你还想跟我说啥？我做的好事可多了啊，你知道吗？我还给灾区捐过款。那我也捐过呀。你还捐过？咱们的零钱箱是不是都捐了？对呀、啊。还有呢，我捡了30万块钱，我还交给派出所呢。30万都交了啊？哎呀，那后来呢？后来就还给失主了。失主叫啥名儿？那跟我有啥关系？关系可大了，小倩儿啊，那个人去领钱，他真是失主吗？他万一不是，那失主给多着急呀、啊！哎呀，果哥，你这事做的真不对，你快给我道歉。对呀。那我对不起吧。他俩忽悠你呢。你什么？你就坐下，没你的事儿。我跟你不知道，我做的好事可多了。我还给那个敬老院我做过义工，我还给那个孤儿院的孩子我教他们唱过歌，我还教他们唱过黄梅戏呢。安徽的。嗯。树上的鸟儿成双对。露水青山带笑颜。妈呀！哎呀，自从我到东北，我就没配上对儿。哎呦，我天哪！你唱的太好了。这黄梅戏你都会唱啊？哎呀，太好了，黄老师你快请坐。哎呀，客气。我跟你说，我一直想学，就那段叫什么？为救女驸马。你能教我全本的吗？我才不教呢。看见了，你刚才对我啥态度？哎呀，对不起，我整错了，对不起。真想学呀？我今天没空，改天行吗？行，改天你上我家去，我教你啊。我有事，我先走了。没事。我跟你说，一张嘴就知道这上，你给我回来！你什么玩意儿黄梅戏呀？又是扶老太太呀？垃圾的事儿没说呢。垃圾的事儿，道歉。你应该跟我道歉。我道什么歉？我刚见你的时候，我是不是求你办事儿，你没办？办什么事儿？我让你找人。田笨笨。你找了吗？哎呀，对不起，这不脑子都忘了。对不起，我去给你找去。笨笨呢？笨笨，胡哥，来来来来。
在哪儿啊？来，帮忙找我。哎，那个，跟你有啥关系？我昨天找你办的事儿，你帮我办了吗？啥事儿啊？你说啥事儿啊？你不告诉我啥事儿，我哪知道啥事儿啊？我告诉你啥事儿，你不就知道啥事儿了吗？你告诉我啥事儿之后，我才能办啥事儿啊？我跟你办啥事儿？你等会儿吧。啊，没你的事儿，你是给我整事儿。你找他来挡箭牌是不是？不是。道歉，素质教育。我真有事，闹。你有什么事儿？我车钥匙丢了。什么车钥匙？哎，对，确实有这个事儿。哦，那个，你昨天什么时候丢的？我昨天没出门啊，我就下楼倒了一趟垃圾。哎呀，我这车钥匙不，我就在家找，我找不着。但是有一种可能是啥呢？我扔垃圾的时候吧，我把车钥匙跟垃圾一起扔了，所以我就来翻垃圾桶，我把一道一道垃圾全拿出来。哎呀，全打开，臭的呀，我就一件一件。那个，好。你从垃圾箱把垃圾都拿出来之后，放没放回去？我放它干啥呀？我找钥匙的。不是你从垃圾桶翻出来，你不放回去啊？不是有垃圾老头收拾吗？对，那清洁员都收拾好了，你翻出来你就应该放回去啊。他就该干这个事儿啊，他拿的就是这份钱呢。好啊，好啊，好啊，人家是拿的是收垃圾的钱啊，可没拿帮你找钥匙的钱。哎妈，我车钥匙谁找到的？王大爷。哎。哎呦天哪！哎，王叔。你找的呀？王叔。哎。哎呀，壮壮。王师傅，是你帮我找到钥匙的，哎，我谢谢你啊。这样，哎，这我给你100块钱，我给你100块钱，不是感谢啊，收下，收下，什么意思啊？人家王大爷在垃圾桶捡过钱包，捡过钥匙，捡过戒指，全都还给失主了，从没要过失主一分钱。哦，这都我们应该做的。行，那王大爷谢谢你啊。哎呀，这是常事儿。哎，你手咋的了呀？就是因为有你们这种人，啊，明明看见垃圾桶在这儿，就往外面扔，人家王大爷还得一点点收拾好，扔进垃圾桶里。有的时候啊，这垃圾里还有碎玻璃、铁片，就把人家手给划坏了。这都常事儿，没事儿，是我们应该做的。不是，王大爷，哎呀，我。哎呀，大爷，我知道你要说啥，你深呼吸，放松心情，说出那三个字儿，对不起。王大爷，对不起。这都是常事儿，没事儿啊，丫头。王大爷，对不起。没有事儿，孩子，没有事儿啊。哎呀，大爷，这样吧。我家有那个医药箱，你走到我家去，我帮你把这个伤口清理一下。我陪你去。你不用，你还有姑呢。哎呀，这个垃圾箱我还没整完呢。哎，我们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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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不是，这都走了。总结出来一句话，都是因为这个姑。别乱扔垃圾，给我放那儿，待会儿我就让你哭。